大家好，今天呢，借这个机会啊，要来祝福我们所有的毕业的同学啊，在今天这一个非常重大的日子里面呢，结束了啊整个我们中医修学的第一步啊，也就是说呢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不是我们中医修学的结束，其实是我们中医修学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。啊，当然不要忘了，还有一步就是要先考到执照啊！大家在我们总复习课上面所学到的东西，不要忘记啊！希望大家都能够非常顺利的啊考上执照，这是第一步。那第二步呢，就是要面对临床的挑战啊，走出我们国际中医药大学的大门呐，就是江湖了啊！我们要第一线的面对所有的啊患者啊。提供他们啊，我们最好的服务，能够拔除他们的病苦，解决他们的病痛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其实才是学习的开始。临床的时候所面临的困境啊，是在书本上、课堂上呢看不到的。好，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不断的精进自己，不断的去修学啊，用一颗开放的心呐，把每一个对病患有用的技能啊，都学习起来啊，不同的针法、不同的方药啊，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时候啊，能够派上用场，那个都是值得学习的啊。所以我们在毕业的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啊，真的是开始展开学习，然后啊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整合不同的学科啊，不同的这一个知识的范畴啊。壮大中医的力量啊，用现代科技的发展啦，啊，现代医学的进步啦，现代研究的成果全部整合起来。为什么我们说中医师啊，经验越多啊，老中医啊显得比较重要？那就是因为呢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不断的去累积自己啊临阵的资粮。啊，所以说中医这个行业啊是非常需要不断进步啊，不断发展的。所以在毕业的这一刻呢，要提醒大家啊，不是啊，我毕业了，从此啊，我就是一个中医师啊，或者说我考上了，我就是一个中医师。事实上，在毕业的这一刻呢，我们要把握这段在我们国际中医药大学所学到的所有的知识啊，然后开始扩张我们中医知识的领域，扩张我们临床的本事啊！所以呢，在今天呢，就在这边呢，跟大家来共勉这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先恭喜大家啊，终于完成这个阶段的任务，然后要展开啊，更精彩、更有趣、更具挑战性的啊中医的学习之路，在这边再一次祝福大家。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美满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